岩学游、露营游、微度假等文旅新业态，同时通过以文化赋能经济，以经济凸显文化，开展了跟着典籍游沧州、跟着非遗游沧州等主题活动，打造运河古郡、文物沧州多彩非遗之旅精品线路，因地制宜发展文旅加消费场景，让千年古城更加宜居、宜业、宜游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。